今天呢，我们所有的教练群可以入座咯。裁判老师在这边。那四位刚好裁判老师。对啊，而且要不然放到那要跟讲一下，因为他们这边要裁判老师。大家吉祥，欢迎在场所有学校的教练。好，我们非常辛苦的裁判先生。好。哇，今天早上天气非常的好啊，这个一连几日下来呢，每天早上都是艳阳高照哦。那选手呢，在这样的天气下面要进行比赛，也是相当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平常就要有充足的训练量哦，到比赛当天呢，水分一定要非常的注重哦。好，那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开幕仪式已经要开始了。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以一首《古民盛世》为我们今天的开幕典礼揭开序曲，掌声欢迎！掌声欢迎他们！Thank you.
展现出群鼓齐鸣的震撼力。哇，真的是超厉害的哎！他们平常的练习一定是非常的认真，对不对？对啊，而且他们整首曲目以排鼓、扁鼓、还有大鼓、还有我们的大拔来演奏，雄厚的鼓声搭配金属乐器的点缀。哇塞，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而且啊，他们的演奏出有他的意境哦，他什么意境呢？国泰民安，盛世祥和，对不对？还有繁荣昌盛、更加辉煌的之意。对，而且他们非常的有旋律，你有没有发现？掌声感谢他们带来的表演。2018三好男华杯。乙组高中棒球邀请赛开幕典礼正式开始，恭请南华大学林聪明校长及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惠传院长为我们共同主持运动员进场。那么现在呢，我们请校长及院长呢站到我们前面来，运动员进场。首先进场的是高雄新庄高中。那么呢，和一般乙组球队相比，新庄高中对于基本功的训练非常的严谨。那除了呢每个礼拜六的团队训练以外，放学的时间呢在学校操场的角落也会做自主训练。那扎实的训练呢也就造就了新庄高中的首位半打击。那么呢在黑豹旗，我们桃园的黑豹旗呢也都是小有名气，而且呢都成为新闻的焦点。我们掌声欢迎新庄高中，欢迎他们。接着进场是我们的苗栗竹南高中，棒球队成立于86年，他们的队训呢是习服与谦逊。习服代表着我们珍惜每一次上场与打球的机会，谦逊呢则代表着我们时时刻刻保持旺盛的斗志。那他们今年呢更获得苗栗县县长杯的金棒组季军，欢迎他们。非常的好哦。好，接下来呢是花莲的花莲高中。哇塞，这一队非常的这个不容易哦，他们是来自后山的孩子。那在2年前呢正式成立棒球队，那呢在球队成立之初呢也因为找不到指导老师的情况之下，很多比赛都无法参加。后来呢学校的老师以及教练呢这个在他们的指导之下呢也参加了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锦标赛哦，成绩也相当的不错。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欢迎他们来自后山的孩子。那接着呢是我们高雄的冈山高中。冈山高中棒球队，它是一群由棒球非常充满热情的孩子。那他们宗旨呢，是为了提供喜爱棒球的孩子们有一个尽情挥洒的舞台。那他们认为球队不一定要看重球技，而是态度跟出席率。他们希望培养出来的球员呢，既有球品，也有兼具人品。欢迎他们。接下来要进场的是金门农工。那金门农工呢棒球队成立于民国94年，那呢他们也是金门地区唯一的高中社团棒球队哦。那这一次呢他们是第一年来参加南华杯锦标赛，希望呢可以能够为学校获得很好的成绩。那么呢也透过这次的比赛学习到更多的经验，那就主要呢就是要能够传承哦，让金门呢可以有这个棒球的这个永续发展。我们掌声欢迎金门农工，欢迎他们。接着进场的是我们宜兰罗东高中，成立于2013年。那他们在成立初期呢其实有遇到许多重重的难关，那因为这一群热血的孩子努力坚持到最后，后来终于成立了棒球队。那他们的宗旨呢是品德第一，学业优先，学习自主，热血棒球，欢迎他们。好，接下来呢要进场的是台南高工哦。那台南高工呢成立于2015年，那是由体育老师呢黄正文老师以及呢他们的学长所带领的。那么呢他们都是来自于爱好棒球的同学所组成的社团哦。那这一次呢这个台南高工呢要参加这一次的比赛，势必要拿下最好的成绩，第一名哦。我们掌声欢迎台南高工他们。接着进场的是我们的彰化永进高工，那他们成立了82年。那虽然呢平常练习的时间不多，但是大家非常热爱棒球，所以在有限的时间内也练习花很多时间。那他们在市中心棒球队棒球赛的前32强连续2年哦，欢迎他们。好，接下来要进场的是台中中一中。那呢他与我们这个台体大呢就相望啦。
那相较于其他社团球队呢，他们有绝对的地理优势哦，因为台中棒球场就很像他们的主场。那相信呢，他们就在球场旁边，而且旁边就是台湾体大，相信他们的经验是非常的好哦。接着进场的是台北锦城高中。有国中部、高中部，还有高职部。他们的棒球队坚持给努力选手一个机会，他们相信只要努力的坚持，没有什么不可能。欢迎他们。好，接下来呢要进场的是台北的中正高中哦。中正高中呢，他们的这个白裤之袜呢是他们的精神象征哦。那么他们除了课余时间练习，假日也会到球场去训练。那他们呢拥有非常严格的纪律和务实的训练，所以呢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会保持着最好的态度，而且呢，好，接下来是南湖高中。南湖高中棒球队呢在串赛的第一届的时候，之前就有一些热爱棒球的学长，但因为大家也知道要成立一个棒球队其实非常不容易啊。好，那一直到我们第二届呢才成立了我们的南湖高中棒球社，欢迎他们。好，接下来进场的是中正高中哦。那刚刚呢，中正高中呢，已经有稍微介绍过了哈、哦。那么他们呢，都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呢，一样都是要保持着最好的态度，而且呢，要学会的是感恩以及尊重。我们掌声欢迎中正高中。接着呢，是我们桃园的桃园高中。那他们成立也是82年哦，经过很多年的努力，他们终于在104年跟政府合作的计划实施，正式成立了棒球队。他们以学科知识作为练习动作的基础，并应用于练习上。他们去年就有参加过我们的三好南华杯，获得殿军哦，欢迎他们。好，木栅高中在哪里呢？我们去年也有来哈，我们等一下在后面再做补介绍。那现在进场的是呢，那个主。北科复工哦，北科复工呢，也就是我们之前的桃园农工哦。那向来呢，这个运动风气非常的好，不管是在跆拳道或者是田径等项目呢，都非常的这个成绩非常的出色。那他们呢，也利用有限的资源哦，发挥桃农人刻苦朴实的精神。那球队呢，也屡获佳绩哦，非常的好哦。那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最后是我们的台中维格国际学校，成立于2014年。平常除了练习之外，也会教导相关的运动产业课程。他们期望让学生在棒球的接触下，也能够进一步了解主动学习练习的重要，是一支兼具学术也有文武双全的美式球队。掌声欢迎他们。好，在这边跟大家补介绍一下我们木栅高工。那本身呢是社团性质哦，成立20余年了哈、哦。那我们总教练呢，谢振中教练带队也将近10余年，好，所以呢，他们入队的标准就是要热爱棒球。我们掌声欢迎木栅高中。好，那我们现在请院长及校长复位，谢谢，谢谢你们。好，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哦，来欢迎所有的参赛队伍。那南华大学呢，位于嘉义县大林镇哦，成立于1996年，那是佛光山星云大师凝聚百万信众力量所创办的高等教育学府哦。那佛光山教育体系里面呢，除了南华大学以外呢，还包含了宜兰佛光大学、美国西来大学、澳洲南天大学，这个以及菲律宾光明大学，那共同建立的佛光山联合大学系统哦。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内首创跨国际的联合大学系统，结合五校的优势，提供多元化的资源，拓展学生们的国际视野。我们也欢迎在场的同学们，有机会一定要来就读我们的南华大学。介绍贵宾，首先我们要介绍南华大学林聪明校长，欢迎他，欢迎校长来为我们加油。再来是我们的嘉义县政府吴邦明副县长，大家好，欢迎副县长。
接着是我们的嘉义县大林镇公所叶和平镇长。简主任，简主任，简主任。接着是我们的嘉义市体育会棒球委员会窦国绍主任委员。你好。你好。再来是我们的南华大学张欣怡学务长。新厂长。接着是我们的嘉义县教育处新怡登厂长。嘉义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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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是我们的南华大学谢正才总务长。接着是我们的南华大学研发处胡生平研发长。再来也是我们的南华大学人事室洪天福主任。洪主任好。洪主任好。接着南华大学会计室陈志飞。陈志飞主任，陈主任好。主任好。接着，南华大学艺术学院卢俊宏院长，卢院长好。大家好。大家好。再来，这也是我们的南华大学体育中心何应志何主任。主任好。接着是刚刚有为我们带来表演的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冯志浩冯主任。是我们的南华大学运动学程许国阳主任，欢迎许主任。好，那现在呢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裁判啊，我们的裁判跟我们的同学们一起挥挥手，好，请起立，感谢裁判的这么大的热，这个大热天啊，还为我们辛苦执法啊，谢谢裁判。大家好，好，好。那现在呢，也请所有的教练、老师、这个球队经理一起起立，跟同学们挥挥手，谢谢教练，辛苦你们了。好，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们佛光山常务副主持，也是我们南华大学董事惠传院长，院长吉祥。好，那接下来是我们嘉义圆福寺住持觉余法师，觉余法师在旁边忙哈。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中正大学陈俊明体育中心的主任，陈主任吉祥。好，木栅高工学务处主任段副主任。好，木栅高工体育组长我们杨祥业组长。永靖高工秘书白哲维，好，秘书吉祥。永靖高工学务主任林成龙主任，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的贵宾。那刚刚呢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南华大学市设系的叶宗和叶主任，以及我们国际企业学程的赖成坡赖主任，谢谢你们的参与。感谢所有的贵宾百忙中抽空为我们的2018三好南华杯乙组高中棒球邀请赛开幕典礼增加添彩。好，主办单位致辞。那让我们现在呢欢迎我们南华大学林聪明校长为我们致辞，掌声欢迎。欢迎我们的校长。我们佛光山惠传院长，嘉义县我们吴副县长，我们这里边还有我们的嘉义市体育场的新厂长，还有我们大林镇公所的简主秘，另外我们嘉义市体育委员会的窦主委，中正大学的陈主任哈，在座的各位贵宾，各位裁判。还有在座的各位同学，大家午安。午安。首先代表南华大学全体师生
还有三好体学，非常欢迎我们在座的16个学校，来自10个县市，将近339个同仁呢、能够来参加我们今天第二届三好南华杯棒球比赛。今年是我们第二次来进行这种乙组的比赛，在国内国家对甲组都挹注了不少的资源，来提升整个棒球的水准。可是我们全国也有200多所学校，200多队是乙组的成员，这些同学他们对棒球非常有兴趣，有些虽然不是正科班出身，但是他们彼此可以互相切磋，很可惜缺少这个平台，比较少有资源挹注啊，让他们有一个互相切磋竞争的机会。三好体学有感于我们这部分资源的缺乏，所以特别结合南华大学啊，来设立这个平台。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全国有那么多乙组的成员，大家能够利用这个平台来互相切磋、互相学习，建立一个交流管道，增加球技。所以非常感谢我们全国来自16个学校能够来参与这个盛会。我们这次就我所知道，我们里面的同学里面有7位曾经担任过国手，也是3级棒球队的队员，所以可以说他们的球艺相当的不错。南华大学是由新人大师所创办，新人大师本身他一直希望在精进球艺的过程当中，能够把我们所谓的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这个三好这个精神能够融入我们体育的竞赛、体育的练习、体育的活动当中。不只是球艺要精湛，态度也非常良好。所以我们透过这种三好南华杯的比赛一方面是希望大家借这个机会可以互相切磋、互相认识、互相观摩学习，同时也希望来共同来推动我们运动场里面的一些良好的态度。我相信通过这三好的推动对于各位同学将来毕业之后，对于你在不管是升学也好或是就业也好，都非常有很好的帮助。南华大学我们也有棒球队，也有足球队，我们不只在运动上我们非常加强，同时我们在学术我们也非常强调，包括我们的学术影响力是全国根据教育部的评审是全国私立大学的第一名。我们不只是在做影响力，我们也非常重视我们学生的就业，所以我们的就业率也相当的不错。我们每一位同学要全面实习，同时还有业界业师来参与来指导，所以我们的就业率达到90%以上。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企业界愿意跟我们合作，到目前跟我们合作的厂商达到将近400多家。所以我们也非常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利用这次机会都来了解南华大学。我们刚才也谈到我们还有5个学校联合系统大学，来自美国的西来大学、澳洲的蓝天大学跟菲律宾的关门大学，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跨出世界。我们单去年我们的棒球队就到日本的早稻田大学那边去跟人家切磋，所以来到南华大学有机会就可以跨越国际。我们足球队员
到大陆很多的学校去交流，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在这边代表全体师生，非常欢迎我们在座的各位球队，大家能够来这边互相切磋、互相观摩、互相学习。同时也借这个机会啊，感谢在座的各位贵宾，大家能够莅临的指导，祝福我们大家身体健康、万事顺利。我们这次的活动啊，顺利圆满。同时，我在这边呢，也要特别代表我们主办单位，非常感谢中正大学能够让我们借用这个场地，因为我们不止在这边比赛，也借用他们场地，真的是非常感谢。好，祝大家一切顺利，谢谢。好，谢谢校长为我们的支持，谢谢。承办单位致辞，恭请佛光山寺常务副主持暨三好体育协会副会长惠传院长为我们致辞，掌声欢迎。我们南华大学林校长，还有我们嘉义县的吴副县长，那么在座呢有我们各位教育界的先进，那么还有今天的裁判老师，还有我们各球团的我们的各位教练老师，还有在座我们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吉祥，吉祥。这是第二年举行三好南华杯高中乙组棒球邀请赛，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以球会友，让我们乙组的年轻学子有一个平台可以去竞技。所谓的军人的生命是在战场，那么球员的生命当然就是在球场，有了球队，没有球场，没有比赛，那他们的生命就容易枯萎。所以今天能够举行三好南华杯这么样子的一种比赛，我觉得应该要有几个重点来做感谢。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星云大师，因为星云大师他创立了球队，所以我们今天才有因缘聚会在一起。那么星云大师不但是创立了棒球队，也创立了篮球队、体操队、足球队。那么当普门中学的棒球队他们三年过后就直接直升到我们南华大学来，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南华大学这么漂亮的球场比赛竞技，说实在我们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星云大师。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感谢的是什么，就是感谢三好。星云大师不但成立了球队，那么甚至于认为应该要有一个组织单位专门来负责这么多球队的他的经营方向以及他的各种出路跟比赛，所以成立了这个三好体育协会。今天会长赖维正虽然没有办法亲自莅临，也特别请我这边要跟各位感谢，大家愿意纷纷来这边比赛，说真的不简单。那我们如何能够把它办到让所有的老师、让所有的球员都感觉到受到尊重的感觉，这是一项非常重视的事情。一般甲组的球队有他的这种舞台去发挥，但是乙组的球队就缺少了这样子的一个因缘。所以我们如何让乙组的比赛就好像在甲组比赛一样，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刚才来的时候，他们给我一本秩序手册，这个是非常了不起。一般甲组的比赛也都不见得还有这个秩序手册。还有全部的球员住在我们南华大学所提供的这种选手村，那么甚至于不但有秩序手册、选手村，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还有个开幕典礼。那么这几天我陆陆续续看到我们媒体已经在做采访，所以呢球员也有开始受采访，甚至于还要立即转播，甚至于再过几天还有一个选手之夜，等于已经把甲组的规格全部搬到乙组的比赛当中。这个是对所有的参赛球队，我相信对同学来讲，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种尊重。那么也因为有受到尊重，我们在这种比赛当中真的可以做到以球会友，大家互相切磋球技，所以这个方面要非常感谢三好体协。也因为星云大师跟三好体协的支持，也向大家报告，南华大学今年有一个同学，就是叫欧伟军，已经在第一轮就被选为拉米戈的球员。另外普门中学三年级的毕业同学，也今年在第三轮也被选为拉米戈的球员，那个就是邱丹同学。所以我们在支持的过程当中，有体育专长的，我们就会从体育专长好好的给他发挥，如果有另外的发展方向，我们也会从另外的发展方向。那么当然还要感谢南华大学所提供的这个资源，还有中正大学所提供的资源，甚至于要感谢佛光山普门中学，把这一个学生也全部调到这边来，共同支援配合所有的这些事情。那么最后一个要感谢的，也要感谢什么，我们各位媒体朋友，像人间卫视也都已经到这个地方来做转播。那么最重要的，天天还要为我们转播的单位，就是智林体育台，我们也给他热烈掌声。这个在我们的这一种所谓的乙组棒球当中，要天天转播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今天我们竟然做到了，我们再次感谢我们智林体育台的所有的同仁。那么最后我们祝今天开幕典礼一切圆满成功，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平安吉祥，谢谢。好，谢谢惠山院长为我们的致辞，谢谢贵宾致辞。那我们现在用掌声来欢迎嘉义县副县长吴芳明副县长为我们致辞。好，我们南华大学林校长，还有我们佛光山常务的副主持，我们的惠传院长啊，以及啊我们新厂长啊简祖密，还有窦主委，还有南华大学我们所有的师长，那中正大学的陈主任，还有我们所有的裁判、球队的教练、经理，还有我们所有我们的这些青少年的选手朋友，大家吉祥，大家好。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股棒球魂，也有一份对于棒球的这样的一个梦。那很高兴，佛光山三好，我们的体育协会能够提供这么好的相关的资源，那以及南华大学、安中大学，还有普门中学，能够共同大家一起提供我们来自于十个县市16个学校在这里共进。我们是不是在以热烈的掌声来回报我们所有以上的单位，感谢他们完成我们的棒球魂、棒球梦。我觉得当一个教育的一个工作者，或是当一个政府的工作者，甚至作为一个宗教的团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事实上是帮大家去圆梦，第二个是帮大家去搭舞台，并不是政治人物过去传统要人家帮他搭舞台。事实上政府应该做的工作，或者是教育单位应该做的工作，就是我们要帮人家搭舞台，让大家都能够在他自己人生的舞台上面能够展现自己，能够找到自己的自信，能够让自己的长才能够发挥，能够把自己推到世界上的一个高点，这样子才是一个最成功的教育的一个典范。所以今天刚刚惠传院长也说，我们很好不容易终于把我们南华的毕业生能够让拉米戈选上，事实上我们就是应该让他的人生能够在他擅长的舞台上面能够发光发热。我想
这个东西才是教育的目的。政府的目的也是一样，我常爱讲，政府事实上是要当人间的活菩萨，我们向圣贤诸佛所祈求的东西，事实上很多就是政府应该要去做的，包括如何创造好的经济发展的条件，让每个人能够才能有所发展，让他能够经济上能够温饱，甚至能够赚大钱，唯有这样子政府才会有所税收，才能够来做更多的相关的基础设施、教育或者是祭祀，或者是我们要去把这些穷苦的人家，或者是残障的人士等等，能够去做更好上面的照顾。所以政府的工作本来就是应该跟我们像圣神诸佛他祈求的东西是一样，这也就是我在讲我们应该要当人民在大舞台上最大的意义。很高兴今天我们南华大学跟佛光山都共同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所有来参赛的这些青少年朋友非常常的幸运。刚刚我们院长也有特别提到，我们有最好的选手孙，还有非常好的选手之夜，还有我们所有媒体的广播，这些相关的一个资源，我想这都不是平常这个非甲组能够享受到的一个待遇。但是我们在这里已经在圆了一个梦，这样一个梦，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舞台里面共同来竞技，然后共同一起来成长、来切磋、来交流。我想这在这里会是一个很好的人生上的经验。另外，当然在这里我们可以交到非常多的一个朋友，我们有来自于北部，也有来自于东部，不管鳌山、金山还有南部，非常多的各位的这个好选手在这里共同来竞技。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拿出我们最好的运动员上的一个精神，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以前有一支打到这个全世界到日本里面去的这个甲子园的球队，也就是我们这个卡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奋战不懈，永不放弃，把卡隆最好的精神拿出来，这样好不好？好，发挥我们最好的运动员的精神。我想这就是南华大学最好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方式，不只是三好，事实上作为一个全人教育的一个大学，我们不管是从学业到社团，从生活到职业，从我们的品格，然后甚至到生命的一个教育等等，我想南华大学就最好做好了非常好的一个典范。那今天在这里一起来推动运动的一个赛事，我想也增添了嘉义县还有县市里面的这些共同对于运动跟生活里面的一个结合还有相关一个生活和品格的相关上的结合，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想最后大家希望能够在这里大家共同圆我们自己的梦，也希望帮自己的舞台能够建造起来。或许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打甲组，但是我们永远要有打甲组的一个精神，甚至我们可能也可以去超越甲组，然后甚至成为职业的球员。如果我们心中有梦，勇敢去追求，但是不要去放弃它。人生的路非常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有非常的多元，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正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在这样正常在一个正确的选择里面，我想我们能够创造更多上的可能性。唯有我们的热血跟我们的热情和梦想陪着我们一起前进的时候，我想那一股澎湃的力量才是最伟大的。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把我们的梦想能够来实现。最后祝大家心想事成，大家都能够吉祥幸福平安。谢谢，谢谢副县长为我们的鼓励与支持，谢谢。开球仪式，恭请佛光山寺常务副住持惠传院长以及南华大学林聪明校 长，我们一起来开球，还有我们的副县长胡聪明副县长来为我们做开球仪式。好，这个等一下都不用客气，因为接球跟打球的都是我们的球员哦。好，那呢这个开球的时候只有一个重点，就是呢不要丢到摄影师就好了。好，前面的接过，谢谢。好，来准备好了，我先排，我来排队。还没有，还没有。好，扶手请举手，扶手请举手，来扶手，拍好，好蹲下来，请蹲下，好，
来开球仪式，请开球。耶、yeah! ！感谢贵宾为我们大家本次赛事开球仪式。那我们也请贵宾呢，在我们的球上签上名，留下这纪念性的一刻。好，来，请在球上签名哦。哇，现在来了这个一朵可爱的乌云，刚好把太阳给遮住了，让大家都可以轻松一下哈、哦。好，那现在呢要进行，在这个签完名之后呢，我们要运动员以及所有与会贵宾的大合照哦。这颗棒球啊，其实很特别，俊俊，你知道吗？真的、哦，它那一颗球上有特别上印的我们这一次三好南华杯的 logo 大小。哦，这样子哦，就是一个纪念性的。是是是是是，我本来还以为你要说棒球都是由球员缝上去的。这我认得太困难了。红线都是球员缝上去的。好，来跟贵宾一起合照。好。好，来，要把签名露在前面哦。同学，请露出八颗牙齿。基本的同学要穿慢一点。基本的同学。基本的同学可以，所以牙齿一定会很白。好，那现在呢，我们请我们后面所有的球队啊、哦，都先慢慢的往中间移动，好，都先往中间移动。以及我们的贵宾也欢迎都来到我们的场中央，跟我们的所有球员一起大合照。来，教练们，我们要冲刺，我们要大合照。裁判老师也一起，跟着我们的球员一起来为我们这一次的大合照。来，我们一起大合照来。好，都排直排就好了。哎，都排直排就好了。然后呢，就立到举牌放下来啊、哦，举牌可以放下来。好，举牌可以放下来了。举人牌吧。好，那贵宾的手套呢，也可以交给我们的同学。这样子被分开来了。师傅，你要爬、啊。那教练呢？教练也一起站到旁边好吗？我站在前面。好，把举牌，快叫师傅，来，师傅举牌给最高的那个同学哈，让我们的照片里面都看得到学校的名字。前面三行队，好不好？当然，我们预祝啊，所有队伍在此次的邀请赛中能够获得佳绩。那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啊，其实是友谊赛中获得的友谊，让我们可以在这一次比赛中互相实践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好，现在要比出莲花指。莲花指。好，我数三二，大家说一哦，来预备，三二。一耶。来，看这里，看这里。好，看前面。看这里。来，看这边，看这边。好，再次我们换一个动作，来比出你们的爱心，新的，来小爱心，来准备哦。这一次啊，我们南华大学这个非常的更新啊，来准备哦。三二，先开灯吧，先开灯吧。一耶！来看这里一下，大家看这里。好，来第三张照片，比出一个 OK。OK 呢，代表着我们的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来准备哦。三二一，最后一个，我说三好南华杯在不在？你们就比在，要问你们来，一二三，三好南华杯。来，所有人往上跳，数到三就往上跳，来预备。后面的把手举起来，手站好。来，准备哦，一、二、三，跳！你都没有脚，你手都可以做不了。好，来，我们谢谢我们所有的与会贵宾以及我们的教练、裁判跟球员，还有我们今天。我们中学及南华大学棒球队的同学，2018三好南华杯女子高中棒球队比赛开幕典礼在此圆满，感谢大家，那我们也希望。
是的，那接下来的比赛呢，一定要尽力而为，拿出这一场就是最后一场比赛的精神来跟大家做努力打拼哦。让我看到。